明天我进趟朝鲜。你去干什么？撤离之前，我和金堂约好了，刚好就是明天。明天下午2点，我和他约在国泰大戏院的门口见面。金堂是我现在唯一能联系上的组员了。我替你去吧，你受了伤，行动也不方便。你去，不行。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可以的。我以前确实喜欢迷路，但是我对那一带很熟悉的。国泰大戏院，在霞飞路，对不对？那里有很多时装店，还有商场。我一个女孩子去，不引人注意啊。我以前什么忙都帮不上你，这次就让我替你去吧。 陈真，你这穿这身去啊？哦，我衣服洗了，晾在外面，还没干呢。你是把衣服给卖了吧？其实也不算是卖，反正在这儿也穿不上，我就拿去。 换了点大米，还能吃。以后这种情况，你就直接跟我讲。你看，最差也是把那块手表给当了。我觉得不用当啊，你用着挺好的。这种小事情，不用告诉你。哦，我先走了，我今天保证完成任务。柳恒之。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来。 高晨，你来了，快进来。好，给高先生倒杯咖啡，你先坐一下。嗯，我马上就下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 高晨，我收拾好了。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霞飞路的呢？我听说那儿新开了很多商店，我想送给爸爸一条领带，可是呢，又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，所以呢，就把你找来当模特了。可是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带着爸爸一起去，这样试出来会比较好。他哪有时间呀？你看看这礼拜天他都不在家，又不知道去哪儿开会了呢。 我收拾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哎，帽子好像有点歪，我帮你调一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上去换一件就好了。那你的衣服怎么办呀？拿水擦一下吧。洗手间在哪儿？就在二楼这边。我先上去了。
妈。哎，老爷。怎么打扫的？对不起，老爷，我刚才拿担子当灰，不小心掉了一个。我最讨厌我的书房里有脏东西，以后注意。是。你又要出去？我约了高晨陪我去逛街。哎，他还没出来吗？高晨？嗯。他在哪儿？他刚刚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不小心弄到身上了，去洗手间洗了一下。你没看到他吗？他在洗手间。对呀。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就一会儿吧。主任，您回来了。刚回来。怎么，衣服弄脏了？刚才不小心。怎么样，弄干净了吗？啊，弄干净了。林小姐，你的衣服是不是要送到洗衣店去洗一下呀？佣人会帮我送过去的。你呢，现在就陪我逛街去吧。你呀，礼拜天也帮人好好休息。高晨啊，他一个人在家里闲得慌，你有空呢就陪他逛逛。好的，主任。高晨，还愣着干嘛？赶快走啊！我们走了，老板。高晨，嗯，你觉得这条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，哎，颜色也不错。都可以啊。你爸爸喜欢什么？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。可是呢，你们的男人眼光都是差不多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应该没问题。你的眼光不会差的。行，那就这条吧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高晨，快进来看看。哎，嗨，啊，这个沙发手感还挺好的。嗯。啊，这还有这么多灯啊！哇，这些灯都好漂亮呀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高晨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一点？
要不你也选选吧。这个吧，比较好配。天哪，这个粉色的太可爱了！高晨，你喜欢粉红色吗？高晨，高晨，你在看什么？那么专心啊？啊，没什么。你看中哪条窗帘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和这个都挺好看的，你觉得呢？那你帮我参考参考，这两个哪个好？都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那我就选这条粉的吧。我觉得我最适合粉色了，你看这个料子摸着也好舒服呀。蓝色的吧。蓝色。啊，对。显得比较文静。这是取货单，明天才能来取。好，那我先去付钱。哎，等半天了吧？哦，还好，让你在国泰大剧院门口等，怎么跑这儿来？韩芝啊，不是他，他现在人在宁波呢。我就说嘛，韩芝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？走吧。陈忽然意识到，他一直坚守着的和韩芝的爱情，可能要放弃了。在锁上门的那一刻，他明白自己和韩芝已经渐行渐远。三天前，日本人在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放了两颗定时炸弹，爆炸死伤了20多个职员。站长让我们除掉伪装储行的科长徐明生作为反击，另外还要从他身上拿一本伪装储行下半年的计划书。徐明生现在在仁济医院住院。什么病？痢疾。现在还联系得上行动组其他成员吗？没有，全部下落不明。组长，仁济医院虽然是英国教会办的，但是76号在里面安插了很多特务。
现在队伍又只剩下你们两个人，这个时候行动，时机是不是不太成熟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是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们要离开上海了，留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。可是你昨天不还说不想当亡国奴，怎么今天突然要撤离了？我们是在执行命令。执行命令？难道说是你们站长也对抗战失去信心了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把更多的人牺牲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走？去哪？明天就走，地点还不能透露。那我呢？你先回海原。拿着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旗袍不是被我拿去换大米了吗？被我给换回来了。我还是觉得你穿旗袍更好看。我们先送你回海原。我们不方便送你到韩园住处，只能送到这儿。虽然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你不应该留在一个汉奸的身边，不过现在已是自身难保，没理由也没有资格干涉你的事情。不过有两点你要记得：第一，如果以后有人查到你这儿，问到我和你的关系，你就说我对你是死缠烂打，你对我根本没有兴趣，对我的事情一概不知，知道吗？嗯。第二，你在光明公司只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，每个月的薪水是22块钱，对其他的员工一概不知，对公司的事情也不知道，知道了吗？嗯，这块手表送给你。来。组长，别嫌弃我，这可是真正的瑞士货。我就这么一块值钱的东西，撤退了之后也用不上了，你拿着吧。行了，韩云的路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右边。是这边。组长，你们真的是要撤离吗？镇长亲自下的命令。韩芷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组长。啊，谢谢。我
组长。生死诀别的意味，他知道从他们口中是问不出任何答案的，心中的疑虑让他越来越不安。外科检查，徐先生上厕所了，一会儿回来。啊，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吧。进去吧，走吧。徐先生，里面有医生在等您做外科检查。人又拉个肚子，这还检查个什么劲儿啊？等要检查的时候。跟您仔细说说，麻烦几位先回避一下。哎，不行，他们几个就待在这儿。徐先生，您的检查结果，我们发现一些小问题，需要进一步确认。我们医院一直保护病人的隐私，您说，您要是不介意，我们介意什么呀？还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几个出去守着，没我的命令一个都不让放进来。是。不可能啊，这我最近这也没寻花问柳啊，这资料在哪里？说。我没有啊。哎，现在不能进，徐先生在做外科检查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，谁告诉你没有外科检查了？别赶上，上车去，拿出来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又不傻，早看出来了，你们在骗我。等一下，你把这个寄给霞飞路国泰大剧院的张经理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要管了。记住，今天的事情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你也没有来过仁济医院。国泰大剧院。张经理，我记住了。记住就好。下车吧，注意安全。那就你一个人了，要我帮你吗？我可是你的组长，
这点事还难不倒我。走吧。让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李寒之，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杀不了这个汉奸。等我进来战场，一定给你申请嘉奖。不够，进来。高副处长，主任让你马上去一趟审讯室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快快快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你知道现在审讯室里关的是谁吗？谁呀？韩守民，刚刚抓回来的。快快快！长时间了，交手数次，今天总算啊，面对面的坐在一块儿。主任，这谁都没找我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不如您让我们来审，有什么近况的时候，我们随时跟您汇报。我说了不着急。走，一块去吃午饭。来呀！哦，来了。穿什么衣服？他有他的安排。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什么安排啊？走吧。出什么事了？韩守民被捕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今天下午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林灿荣没有对他用刑。他想策反韩守民，这也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。你跟我在这儿也耗一天了吧？虽然主任说不着急，但你也不能把这当旅馆住下了吧？
试探我底线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说，你以后也得说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说呢？高副处长，审的怎么样？还是没说，你先歇会儿吧，耗的。也行，我跟他也耗不动了。高先生，我们打过很多次交道，你最应该了解我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想从我这套出点什么东西来，做梦。是啊，交道打过不少，可你从来没赢过我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得不到什么呢？那你不妨试一试。有件事情想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在小组里宣传说我杀了吕七松？我只是陈述的事实而已。你是不是也告诉了李汉之了？他不应该知道吗？你不该告诉他，他不该知道。高晨，你真的是可笑至极，心都没了，还在乎人怎么说你？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，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，你想保护他。我不反对，但是不要把他扯进来，这件事情和他无关，这对你对我都好，明白吗？把你的丑陋嘴脸告诉他，这才是报应。我必须告诉他。疯了，啊！你拿枪干什么？那小子栽赃我，说我杀了吕七松。他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他说你杀了吕七松，他有证据吗？你跟一个阶下囚计较什么了？真是。对不起，主任，我刚才的确不应该拔枪。可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太大了，吕寒之知道了我无所谓。可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我？我高晨日后怎么在上海立足？主任，你是没听见，你韩寿明说话是挺气人的，你当时有点太冲动了啊。嗯，主任你放心，我有分寸，我拔枪只是警告他。好了好了，坐吧。其实吧，你真没有必要动枪。一会儿马上就用刑了，那76号的38套酷刑哪一套不比挨枪子难受？你不拔枪，他照样也得老实。你闭嘴！我告诉你们，审韩寿明不急，我得让他在这儿先舒舒服服的待上3天。主任，是不是总部留着这个人还有用，不让我们审了？那是我的决定。对付这种人不能急，得慢慢来，要学会从长计议。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。
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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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我爱份报纸。好。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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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灿荣显然已经给韩寿民布下了一个圈套，可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疑惑需要解开。高晨眼前出现了一个人，也只有这个人能够帮自己了。林小姐。哎，这么巧。你也来买东西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就不想在家里做饭了，出来随便吃点。哎，你要是没吃的话，我们一块儿，我请你。今天可轮不到你请。嗯，我正好想去韩苑找你呢。找我？找我什么事啊？你之前不是帮了我很多次吗？所以呢，今天要好好的谢谢你。你上次跟我说你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买了牛肉，我们回家里做牛排好不好？回家里？对呀，韩元啊。啊，嗯，我是不是太唐突了？你不方便带我回去吧？不会，上车吧。嗯。韩芝，才一年不见，你不认得我了？在日本读书这一年里，我最想念的就是你了。进屋聊吧。嗯，走吧。是知多少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回首。